带您看到这一场台韩艺人同台大 PK 的演唱会，在昨天在高雄热闹开唱了。小天后杨丞琳穿着白色长裙，就像是女神降临一样开唱。最后是由韩国天团东方神起压轴演出，让台下歌迷嗨翻了。偶像天团东方神起28号晚间在高雄开唱，与多组的台湾艺人 PK， 劲歌热舞让台下歌迷嗨翻天。除了韩国天团外，台湾艺人也不甘示弱。小天后杨丞琳穿着白色长裙现身，就像是女神降临一般，与歌迷近距离互动。人大 PK 的演唱会，28号下午在高雄热闹开唱。身为高雄人的吴克群，为了这次的表演，还特别定制了超炫的 LED 灯装。特别请来了8组扬名国际的台湾之光带来精彩表演，台韩艺人卯足全力轮番开唱，让台下歌迷大饱眼福。